啊，咱即马对于三百八十七页，迄、那个经文阁读一遍，因为这段解释也未完吼。干望起教，发言大悟，礼时规劝，表奏书记，既然九愿，三日有小将如书愿，书时脑节为定修得，国之福田，书若精明，托之毕业，千良大圣，团诸佛心。但不易犯，世间传书只修如来之见，定即现义庆，速即现根，达书出世顿悟上升，感而殊因，定在无意，并造摩纳迦舍及水晶钵，力小舟弃树，修行事物。书书求机为国因实验，哦，啊，用来甲讲一句团诸佛心安尼，即句书若证明，就计讲，伫阿罗啦吼，阿罗，迄、那个慧能大师，亲像维摩诘大师，就是武则天个阿罗，哦。阿罗慧能大师，这个证明就是给纸上的这些微末见。好，因为伊当初托持毕业，这个毕业来讲，迄个个进来掉下哈，伊个大个所在吼，爱即马将解破病安尼，毕业离乡哈，解破病，啊个心念个气。其中佛尊我就去破病，啊你卡无加人民，啊卡无叫人来甲我探病安尼，啊由迄个探病开始，啊甲即套微末结经甲出来安尼，吼、哦，迄、那个因缘就是安尼。啊，即个武则天搁在甲慧能大师阿罗，吼、哦，阿罗当初。迄、那个慧能大师，有那亲像维摩诘大师，伫个传千龙这个大乘法，吼、哦、啊传这个佛心安尼。那么这个佛心吼，伊、哦、这个所在是甲咱解说讲历代祖师佛心中安尼。啊，事实佛心是个指如来藏，很、啊、了解吼。哦因为重要是开悟自性佛，迄、那个是开悟证无生法，就是体会佛性安尼。但是这个体会佛性，这个叫做佛心中。那么这句话，咱会使讲佛陀当初个传承的中间，是伫这个灵山法会中莲花徛下微笑。这段中间呢，就是以心印心。的一种实证、实例、事实的一个理证，这点是较重要。但是这个佛心中又个是啥呢？就是计讲，又是以大慈悲心自觉觉他的意思安尼。因为如果那是罗汉、罗汉的自修吼，当然伊是较注重个人解脱、注重自度。但是佛心中，这个伊不但注重自度，伊阁更加注重到这个度他、觉他，而这个阁工作安尼。所以这个佛心中，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大慈大悲自觉觉他，同行佛道。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这个佛的一种心理。哦，那么这里中字我有甲注意讲过，这里中叫做注，解说啦，解说叫做注。那么由那叫做本安尼，即马爱注意一点哦吼。主就是个指啥货呢？指咱个人的自性主人翁安尼，自性的主人翁。那么这个本就是个指父庙未生前的本来面貌，这个才是真正的本。但是个另外一个意思呢，
叫做人所归往，因为人所归往叫做返本返源。啊，这么注意哈，人所归往就是佛慧本来明白安尼。安那叫做佛慧本来明白，因为众生自无始劫以来，咱人的如来藏，就是有附带，附带就是我根本无明，所以袂当回归本位的这个含佛的同等觉的这个水准安尼。但是返本返源就是回归佛性一种清净光明，安尼即个叫做佛心藏，也就是真真正正的即个藏安尼。好，即点要注意。所以我有甲注意提醒过吼，绝对袂使讲任何的即个信仰拢总甲叫做宗教，除非迄个教义会当教众生回归佛还本来面目，佛还成就佛陀即个本位。安尼，即个才会当叫做宗教，教育众生返本返源，安尼才会当叫做宗教。但是今仔日所有的有关信仰合解呢，是无一个水准会使叫做宗教的。哦，比如讲今仔日用儒家思想来甲讲，伊嘛袂当甲咱讲出恢复本来面目。即个在当初孔夫子，伊都无达到这种佛的境界。因为孔夫子是如同菩萨来降生，所以就无达到这个十法界中最伟大圣人的这个佛陀的境界。所以在这个四书内底，甲千用五经吼，伊就无到这个水准。这有甲注意讲过。那么老子，伊虽然有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可道之道非常道，可名之名非常名，安尼来甲讲，但是伊也无。有一条真正确的理路来教育众生佛还清净，有那无这个水准？哦，那么基督也是甲讲回教，基督从基量是要教众生去到天上，天上是结讲脱离这个个脱离天宫，因为基督耶稣伊是以教众生修十善戒为主。所以这个呢，伊唔是回复，伊是要叫众生现身得善报，去到天上报安尼尔。那么这个回教迄个国家人呢，目前来甲讲吼，会使讲，因虽然信仰阿拉，伊从这阿拉甲叫做天父，天父就是等于有那是这个上帝安尼意思。可是现目前来甲看呢，在中东的国家吼，这个。回教的派系，啊，甲因遐回教真主动，可能有那是中东一个主要的乱源安尼。安尼当然，这个是无达到这个个水准安尼。因即马目前来甲讲哦，奉阿拉的名，但是开始杀灭对方安尼。啊，这个就非常对这个信仰上来甲讲哦，是最悲哀的一个代志啊。所以这个都不能算宗教，但是中国的这新道啊，我们不能算宗教，因为这个是固有我们中国的传统，因为它没经过有特别的法师给教，所以一旦没教就不能叫做宗教，是只有一个传统的信仰，拜神拜杯啊，求神要得到好的感应甲保庇安尼尔，所以这个唔是讲真正确的一个宗教，唔过即马拢总叫做宗教。所以呐，安尼算起来，咱的研究特点呢，这个宗教中上该有水准的，这个是应该咱佛陀的九大宗安尼。但九大宗伊有可能甲八万四千法门，那么伫这个法门的中间吼，差不多拢要教众生归顺。归顺什么？归顺开悟无生法，到未来正常无上菩提安尼。所以这个较会使叫做宗教。但是呢，在这个九大宗的中间，若要甲讲到有水准的，应该直接是这个禅宗安尼。禅宗是比较在九大宗的中间是比较较特别安尼，因为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这点是应该算起来是比较
较有实际。毋过九大宗是拢总含即个开悟有相关，所以即个是佛陀随机启发的呢，吼、哦，迄是不得已的。但是上界有追溯呢，应该是差不多伫即个个根本佛教吼，而且中间啊，甲即个渐次修的即个唯识宗，哦，安、啊、那是根本佛教。这个那是要甲讲，是差不多伫这个个法界甲禅修这两行，哦，安尼是比较较根本佛教，啊，甲这个唯识，安尼是比较较根本佛教，哦，所以这个是给讲，言传布历代祖师之佛心中，伊这是讲安尼，但是历代祖师的佛心中是安怎讲呢？这句历代吼，是给讲当初。迄、那个迦叶尊者，圣佛陀的传落的第一代，阿难尊者第二代，啊，即马来传伫印度传到即个帕杰多罗，就是达摩祖师因师父，即个算27代，这是历代祖师。即马来达摩祖师是算伫印度是28代，唔过来咱中国传承的即个大乘，而即个佛心中呢？应该达摩祖师为第一代安尼，在咱中国为第一代，慧能大师甲第六代安尼，哦，合解是安尼，所以这个叫做历代祖师传承佛的基本心宗，即是心字，就是讲如来宗安尼，哦，以如来总体为主体，安尼叫做佛心宗，以如来总体为主体，所以即讲。传佛心中的人啦，吼，是直至人心建成成佛安尼。直接要指导在学佛的人，吼，就是去体会迄个众生平等该有如来智慧德相迄个心安尼。迄个心就讲众生同一体性，迄个叫做人心。但是会记住。这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心是佛，是佛是心，离心无别佛，所以这句是个字安尼。那么这里也就是咱众生共有一个性，但是会记住咯，你那是伊会当直接，什么是你的心？哦，这里是个重点，什么是你的心？不过这句话会记住，这句什么是你的心，就是迄、那个。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迄个平等平等，迄个安尼，吼，唔是迄个指心中的心啦，啊，指意识的念思的心，是个指安尼哈。这个是个直指咱个人佛庙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会去接。但是咱来当见性较容易成佛，未见性是较困难成佛。然后，这个见性吼，甲成佛有两个赞助，譬如讲。咱伫即个初地菩萨，即、这个叫证无生法，即、这个叫做啥？叫做见性。但是即个见性有诶未必成佛，安怎讲未必成佛？因为即个个树果罗汉吼，诶，即个个初果叫做苏德凡，苏德凡果有哪有见性？但是因为苏德凡果即个树性体吼，伊受苦即灭道即个灭。到究竟甲成就四果罗汉，四果罗汉伊的水准，都亲像即个摩诃萨的八地菩萨，叫做不动地菩萨安尼尔。但是因为以前那块未当成佛，因为伊虽然见空性，开悟诸法本空的空性，可是伊无彻底了解众生平等平等，所以伊并无发大心要广度众生安尼。所以，那是今仔日，若有发大心要广度众生，安尼累到底，较会当达到究竟的佛道，安尼才会当成佛。所以，这个成佛、见性、甲成佛、见性是开悟，但是成佛是证无上菩提，安尼了解吧？有分别，唔是讲开悟的人就成佛。所以，这句话吼，一定爱阁分开。见性未必成佛，因为见性有诸多的人，有苏德凡、苏德含、阿那含、甲阿罗汉，伊就一指啊。所以佛陀就指出哦，这种诸多形式，
就唔爱度众生，或者众生叫做骄牙败将，伊就无同意安尼。所以佛陀伫即个《妙法莲华经》有讲安尼，讲在正阿罗汉无法心要教化众生，成为教化菩萨。这人哦，唔是我的弟子，伊嘛唔是真实的阿罗汉，嘛唔是真实的辟支佛，甚至我无要认伊做弟子安尼，哦，安尼就无相。所以这个建成一个赞助，但是一定要发大慈悲心，福这个悲智相温，安尼将来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安尼才能成佛安尼。所以这个建成未必成佛，但是建成发大慈悲心，广度无量众生，成无上菩提，安尼才叫做成佛。那是有自度自觉，而达到自己满足，安尼唔是成佛。迄、那个何里穷极量？成阿罗汉道安尼，哦，这点一个，搁有一个搁佛法中的疑问出来哈。咱大家发四方誓愿哈，一定爱有达到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安尼才当成佛。迄、那个佛道无量誓愿成哈，迄、那个才叫做佛成佛。哦，啊！你若敢那开悟自性，安尼自度呢？迄、那个就未使算讲成佛啦。哦，那么下面有一句话哈，这句叫做“团诸佛心，但不二法”。这句“但不二法”是个指啥？因为这个《维摩诘经》内底有一篇叫做“不二法品”啊呢。不二法品哦，拢总有几个菩萨伫个讨论，讨论着啥话？有三十一位菩萨。给讨论什么叫做不二法安尼？但是内底三十一位菩萨了，搁附带《维摩诘经疏》甲《文殊师利菩萨》，安尼讲起来多三十三位，给谈迄个不二法门，哈、哦，不二法门哦，这个就是个知识嘞。不二法就讲无对胎，迄、那个第三个呢？不二法门就是第九品啊，第九品的。那么这个不二法门已经头前三十一位菩萨拢谈了啊，来即马都换到维摩诘，和文殊师利两位菩萨对谈者，但是这是先写维摩诘大师，啊，但是伊这套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吼，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什么叫做不二法？啊，维摩诘。问文殊师利菩萨，什么叫做不二法呢？所以一心来，再跟他提出一段，哦，咱即马看一下哈，《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意，哈、哦，人家同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诘啊，默然无言。文殊师利菩萨说：“现在，现在，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力是为是真入不二法门安尼。”那么这段哈，我即马甲注意解一下安尼。即马这段又兼什么话无讲呢？兼一段，即马伫这个《维摩诘经》的本经文内底哈。就是三十一位菩萨已经谈出迄个非对待法，拢总有讲出个人个种心境，唔是对待法，叫做不二法。所以这个经文内底讲，如是诸菩萨各各说理，问文殊师利何等是入不二法门？文殊师利问：如我以者，有一切法无言无说。无言无说，无思无想，啊，理诸问答，是为就不二法门。所以现在这段哈，是诸菩萨给问文殊师利，但是伊这段是无用出来，这段无用出来。所以重要是文殊师利菩萨回答的，什么叫做是不二法？啊，叫文殊师利，他个问为毛见？三十一位菩萨已经讲了啊，
所以三十一位菩萨看问文殊师利菩萨讲，什么叫做入不入凡？那么文殊师利他讲，如我以者，这是文殊师利回答在其他三十一位菩萨的这个内容安尼。哦，即马即个。現在這個我給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咱大家對這個，現在我要給諸位說一下，您對這套微末結經一定要請回去研究，可能沒機會在這點講，您自己要研究那個。我真来得是对安尼解气啦吼，就是讲世尊伫灵山法会内底有讲出迄句：我有正法眼藏，啊，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我别团，护足大卡什安尼。那么真来得一个真哈，佛陀。那要甲讲，伊讲不离文字教我别团，可是伊不得已，无讲阁袂使。因为今仔日即个实相诶，诸相实相吼，诶，即个法义，所谓法义，就讲你要安怎样去体会迄个无时无刻的迄个物件，体会即个哈，表示也毋对。无表示也唔对，要讲也唔对，唔讲也唔对。因为今仔日如果你唔讲，众生根本无可能入这个无生法，而迄个不可言说的实法呢？你若无讲，伊个袂当入。但是事实讲，讲起来也唔对呢。因为这个既然微妙法门是不离文字，是教我别团，当然你讲也唔对呢。我管你听无，讲也唔对，无讲也唔对，哈、哦。那么这个为着要传道啦，哈、哦，为着要传道，传什么道？就是要传这个实相法。安尼来甲讲哦，你今仔日如果那是无讲，佫袂算，哈、哦。所以这个无讲也困难，众生因入啊。唔过呢，传道。内底人虽然有一个心印大法，可是当众生未开悟以前呢，哦，不得不无用这个语言来引导，伊个唔对啊呢。譬如讲，佛陀可能讲众生有一个本来自性，就是迄个不二法的真理，也叫做第二体。那么伊安尼可能讲，这个落在语言啦，这安尼落在语言。但是因为落在语言，咱众生卖接这个语言，去体会到底佛陀给讲的这几句话是啥物？就是讲，咱人有一个迄个如来的地位德相，迄、那个到底迄个地位德相是啥物啊？呢，去体会，啊，佮渐渐由体会而开悟。所以这个就是伊用语言引导咱入法，这个是安尼。但是下个是咯，语言唔是法。体会开悟，迄、那个叫叫做实相法，语言叫做文字法，吼、哦，也是讲文字语言法，这个拢会使讲。唔过，何里实在开悟，迄、那个就是理根说啦，吼、哦，迄、那个是讲安尼。但是即句，伊个讲如我意，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入不入凡？吼、哦，伊文殊师利菩萨讲有一切法，无言无说的。啊，无言无说来甲讲，唔过佛陀伫灵山法会，伊阁讲几句咧，哦，安尼有说了无？但是迄个说法的法，灵说的法吼，是要甲咱引入的，要甲咱引入啊。但是迄个基本的实相力吼，无言无说，实相力利用安那样，比如都是唔对。
怎么注意这点嘛？你搁用什么话安尼讲？所以当初一个个德山宣鉴哦，德山宣鉴，伊卡甲地主讲，讲你若讲了真对地，安尼我来讲三十个。虽然真对地，唔过迄个实相你吼未讲尽，所以你讲了真对地，我来甲你叠叠三十个安尼。啊，你若讲了无对地，我来甲你讲三十个。哦，那么潮州国父就甲地主讲安尼，迄、那个忘机师问伊个啦。但是潮州国父讲，叫忘机师，你若会当一口饮尽千江水，我甲甲你讲安尼。但是一口饮尽千江水，这是无可能嘛吼。但是等于你无可能饮尽千江水，我甲你讲嘛无可能。即个意思是结果。所以这句无是无说的，无所表示，就讲真理实体，吼、哦，用任何的动作表示拢做唔对，用任何动作表示拢唔对，唔过不得已个表示，这真正不得已有表示，因为佛陀灵山发挥，伊要心心用意动作，伊就拿迄个拿一堆火起来表示啊嘛，啊表示伊是要请要。要引导在百般人天，当然菩萨摩诃萨知影，还是免讲。但是灵山发了百般人天，伊就讲到底什么人知影我的心意安尼？所以当伊迄个个迄支火焰开了，大地主徛下，伊准笑出来，伊嘛无讲啥。所以这个得疑心应心，这个禅宗的本意就是安尼。好、哦，所以这个叫做。哈、哦，那是无时无任何动作表示拢总有错误、哦，唔过尽难使乎对方会意哦。哈、哦，用任何动作表示拢错误，未当乎对方会当会意，唔过灵山发挥大卡下会意安尼。百万人天独独大卡下会意，哈、哦，可是呢，这个世尊唔是有莲花示意的这个问题。恰恰会议比较，但是这个头前有三十一位菩萨咯，有先讲到对待法，您等下看，先讲到对待法了后，后边才开始，迄个对待法拢总是空法，因为对待法拢是不得已，是要引导众生入空理的。所以后边有表示迄个不二法之法，安尼即个拢总有示意，拢有示意。所以呢，不过是重结不重结安尼。即马即句话就要加注意讲安，你表示出来有重结无，还是表示了无重结？袂使即啦。你若表示了有重结，就是予人入法；表示无重结，就是予人无入法，袂当入法。好、哦，爱注意这点哈。所以这个客理甲不客理，你安怎样表示有客理无？啊，那是表示了无好，叫做无客理。一个祖师啦哈，家己的弟子，安尼不停不停甲讲，迄、那个老人，你去拜看有火无？但只弟子，这个弟子就去拜咧，迄、那个老已经存恢复无火，但是。这个地主唔知我到底师父的意思是啥，所以师父他家己去甲背，讲这算不是火车、哦、那么伊师父的动作，唔过地主袂当回忆，安尼这个就无客气啊，这个真正无客气。德山宣鉴去到龙潭禅师遐，伊讲也无看潭，也无看龙，什么计？安怎样都安怎样，但是龙潭禅师讲，你在龙潭中，不过德山无了解。即句你已经徛伫龙潭内底咧，即句话有哪有回忆？但是德山唔知影，唔知影吼，伊就无讲伊啊。到迄暗，德山来拜访龙潭，来拜访龙潭的时阵呢？伊这个要回去，
龙潭禅师给一把电话费给伊，一把电话费给伊了，伊即马在电话费接过来，买写过来，写过来了吼，伊总个画一句龙潭安尼，啊阵费甲不能花，迄个时阵德山双感甲开悟，吼、哦，所以即个要开悟无开悟，我那爱看机缘。伊头啊，甲伊讲，你心在龙潭，伊唔知啥物叫做，啥物是心在龙潭。哦，啊，即马等于即个，甲叫伊要等于了，电话费甲分互我，甲叫一句龙潭，甲叫一句德山，安尼，伊甲开悟。所以有那爱在因缘时节，安尼较有可能。不过今仔日若是讲要下当知影即个无时无刻的即个吼。我那得爱有渐处修安尼，渐处修真强烈，较会当证到这个未来开悟因安尼。所以这个无时无算，就是你讲话一定爱正直，那是无正直对众生是无益。啊，那是讲了有正直，当然对众生有益。所以客气甲无客气，亲像心修吼。头前咱有读过，伊讲迄个心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这个就无重点。所以这个五祖弘忍讲你无开悟，但是慧能大师去解破，菩提本无树明镜慧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安尼破，迄、那个这个慧能大师开悟，讲出迄个理体的本来。所以这个弘忍做事唔敢讲惊。这个慧能十九岁的囡仔去给人家害，所以我那条工对迄个南龙壁间迄个记，该呼呼的讲这嘛无开悟安尼。哦，唔该讲迄暗，讲这个囡仔非常根基非常赖，唔敢半暝，吼、哦，伊先去无房了后，伫迄个前区甲后山叫暗时啊来伊的先房里，甲底下对答出来，对答了慧能大师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生灭，这中间来开悟。哦，所以这个就是虽然有语言哦，唔过用语言印证，因为本无生灭，就是迄个第一句本来无生灭，本来就清净。我即马讲本来性无生灭，本来清净。我即马讲恁应该就知影，唔免阁解啊，知无？这个在法义上，咱佛陀跟咱讲，自性如来性，亲像虚空性啊嘛。哦，所以两个师徒就伫遐对答啊咧。你就是话你讲无时无算，唔过说了有重节，甲说了无重节，安尼会当互人回忆，安尼较对。所以真内底较讲，拢总是语言回忆。新修所讲的这个语言是不重节，所以呢，等于迄个破。心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迄、那个就是时时勤佛性哦，就是叫众生渐处修。所以句一句话是无开悟，是教众生渐处修安尼。但慧能所讲的是客机的顿悟，吼、哦，所以两个人的差别太大。开悟甲不开悟是爱按照伊因缘时节，因为慧能大师，这就是累世有修来。但是先修都无达到这种，因为伊个智，伊个智慧，伊个知识无领悟到迄个根本的第一。但是慧能人有智慧，已经领悟到迄个第一，所以表示出来，迄、那个语言内底就回忆啊。吼，先修是不回忆，所以呢，伊无即一见到二修发者回开，所以因缘无故障。吼。所以呢，要安怎样是伊嘛无法度啊。所以这个无时虽然无所表示，迄、那个要安怎表示那无对，但是不得已阁无表示会使。但是什么叫做无性？即个性哦，无言无算，而且嘛讲无性啊、哦。无性即是讲咱即嘛一个证，即个性就是一种的学习体验，唔是忽略体验哦。忽略体验无落在聪明学习。啊，即嘛注意这点哈，所以众生的经验呐，愈丰富吼，照讲呢，是愈有知见上的一种蒙蔽，
所以这个八难的中间，唔靠一句讲聪明文发难，有这句无？有哈？所以人伫这个世间的这个事物研究愈深的人，愈有想要考证。唔过这个法界智能的开发，什么叫做第一句？什么叫做虚空的实相？这个唔是研究去想出来，绝对唔是想出来。这个是由心情断除烦恼而显露的。哦、所以这个无色、哦、就是如有色见的人如妄别，因为低见等于思想的妄见，那么妄见确成智障，所以是今天要叫一些靠那个叫啥科学水准的人、哦、科学低见的水准的人、哦、他一味都用到他的学习本领要去探讨学习的 本领，他的伊个理理，伊个学习个智能要去考证，考证啥物叫做空性？迄无当考证，毋是用头壳想个，所以叫做无性。但是梦见会生智障，所以真自然个代志应该知影。咱若是学问愈研究，你要开悟愈可能。所以即老子有讲一句话呢：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日益哦，愈学个人当然日日愈有。如有迄个知识上升，会智能出来。不过你为道，爱日日损掉知识聪明，叫做为道日损安尼。所以你若是用读卡，要去甲了解是无可能。你着精读一切心性，你才有可能开悟。所以老子讲为道日损。但是现在要甲咱讲呢，因为头前修炼严经有捌讲过，即句话吼。我介先过去，有哪捌谈过啊？捌谈过这两句话，我想有哪客家注意讲一下。因为这里色，就是色见聪明，所以修炼严经吼，讲一句，要注意哦。我咧讲个，即马即个吼。万行大事，你读卡究竟吼，你爱放掉一切低见。好，你说你别再讲，因为我学到底，我是由文而上去了解什么叫做佛性安尼，安尼不对。由文而上去了解什么叫做佛性，唔通讲安尼叫做开悟，迄、那个叫做理解呢。所以这修炼经经一句话讲，用低见来建立讲你叫做知。用低见哈，你今仔日有人对大藏经直直读，直直读，三年、五年、十年，安尼直直读，大家当然对这佛法有真济的入心，迄、那个叫做低见。但是你如果用低见建立的话啦哈，讲今仔日你知影什么叫做佛性？因为你嘛知影，因为佛性有叫做真如咧。有叫做实相咧，有叫做如来咧，有叫做如来藏咧，吼、哦，安尼你唔得知影地见上建立迄个知，安尼唔是开悟。伊迄个讲，迄、那个就是无明的根本。你若用安尼当作地，安尼叫做无明的根本。唔过凡夫俗子，佫无安尼读佫袂使，吼、哦。无安尼读阁袂使，但是会记着，唔通错讲，唔通错讲。讲你读经读真济，你知安尼，迄个知唔是？迄个知唔是哦。所以即马甲讲低见无，低见拢总无迄个见安尼。那么这个见吼，我那会使叫做现啦。低见已经破掉啊，迄个见，因为你经过一番的学。经过一番的修，那么你已经破门而入，迄、那个叫做低见无。你自从迄、那个你所学迄个低见，甲破掉去，迄、那个所存的迄、那个，安尼叫做殊胜涅槃，就是开悟，它是真正开悟，迄、那个不生不灭的安尼。安尼看好无？我讲你听好无？爱注意啊！
你自从你所学了，你拢放掉啊！迄、那个忽然间安尼爆出一人智慧的花花出来安尼，智慧火花，那个就对。啊，你若是执着，我读偌济经典，我捌偌济，我甲你讲，迄种白差的，迄、那个含开悟有相关，但是未开悟。那像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为佛的知见不是这样，佛陀的开始五集那个知见不是落在文字，不是落在语言，所以他不敢说那个叫在那个灵山会上说不离文字教我别断，教就是言语嘛，教以外、哦、那么后来呢，有人主张这两句话啦、哦、这两句话他改改来现在他改来知见力知识无明本知见无现在看哈知见无见啊哈知见无见见思即涅槃安尼知见无啦哈，啊！伊说这字字说无用，应该是应该有哪爱用，袂使讲经的本文袂使断掉者，袂使恶变甲加减者。知见无见，见思即涅槃啊！哦，这个点啊，改变起来呢，哈、哦，安尼有哪会通？知见力。你若是入一切，你今仔日学习外观，迄、那个叫做知见力。不过迄个知，就是作为无明的根本了呢。因为众生的这个妄白吼，上水准、上悬的水准的人，迄、那个妄白啥呢？就是迄个学生嘛。所以这个唯有是一种由佛法来的理解。好、哦，那佛法理解就是色啊，就是迄个讲无是无色的色嘛。学习的性，但是伊即摆即句话就讲知见力，知即无明本，但是知见无见，迄、那个种种个种种的知见拢破掉去啊，拢总无啊，拢无甲执啊，迄、那个见思即涅槃，迄、那个无执了，迄、那个发现，迄、那个就是迄个涅槃的本体。我说后来有人解释安尼，这个是有关禅宗的册内底，甲伊提出这个个。靈嚴修靈嚴經裡面這句話，你要讓眾生破除知見執，因為有知見的執是真壞，那個知見的執是無明的根本，所以學習越高的人可能越蒙蔽，所以我不太說天才跟白痴應該差不太多，有沒有？我跟你說過沒有？因為天才聰明嘛，聰明他第一文字好，文章好，學習好哦，啊，办地是真敏捷，可是呢，伊唔知讲这有学识嘅聪明显露嘅，所以伫世间法内底是当然，伊是个人一定是无唔对。哦，可是呢，聪明嘅人做代志拢反比聪明误，啊，误比聪明误一生嘛，所以反比聪明误，迄个就变白痴啊。所以聪明甲白痴是应该平等的对。所以一个真知识水准愈高的人，可能害家己愈深愈对了。如果学佛者，你若是一味研究，你若将研究的理解当作开悟，安尼也不对。迄个就是另外一种的迷信，哈、哦。所以一个真《华严经》有搁在讲安尼。現在我們要跟我們說的是重點在哪裡，現在要研究的這個重點在哪裡，會記得是那個入不入凡，對嗎？記得喔，不可以聽聽到尾，不可以說我再說的我已經把重點把握，不然你所聽聽的時候會忘記喔，這樣不行，所以這個
华严经讲无见即是见，这华严经吼，因为华严经是解外法，是佛陀当初最初开悟后，第三界以外为诸菩萨讲的安尼。所以这个华严经一见讲安尼，伊讲无见，无见就讲见迄个非相的，因为无就是无色相、无一切相，现迄个无见的。安尼才是真正的见，迄、那个才是真正佛的知见，唔是讲无见，讲什么都唔知哦，迄都唔对啊。是见迄个物质立体，安尼才是真正的见。但是迄个情形了，才知讲一切法，才能见一切法安尼。吼、哦，才能见一切法咯。但是无法若有见，处即无所见。你若讲真的讲，你有看到什么法？吼、哦，啊！用话安尼讲啦，安尼讲到天花乱坠，迄种的人，安尼事实讲是无所见安尼，实在是无迄、那个入到迄、那个佛的水准，迄、那个吼、哦、开始五入佛之地见，迄、那个见安尼，唔是迄款的见，是你世间法内底，你家己想有看到迄个代志，所以内底华严经讲这段。要注意哦，但是下面那句理书问答，理书问答是讲啥呢？问答就是语言，哈、哦，加上可以甲起一个名出来，但是共同人地言团迄个叫做问答。但是呢，这个空性哈、哦，像华严经给讲安呢，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传。诸法的本体是不动，即灭叫做不动。是本来诸法，这个诸法有生灭，但是诸法的即灭相，伊迄个本来无生灭。迄、那个呢，未当用话讲，啊，佮用话来宣讲的，叫做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传。哦，所以这个梵基师佮虚谦吼，哦，我再话佮讲倒转啊，梵基师佮虚谦。我怎么讲迄、那个？讲不如万法为我是啥物人？虚谦用手解动，不能讲。哈、哦，讲不如万法为我，同含无含万法，讲迄种有生灭的，迄、那个是啥物安尼？因为万法有生灭的，爱的无含万法做会，迄个就是迄个不生灭的。但不生灭会讲一个未？会讲一个未？所以这个虚谦甲嘴甲暗咧，不能讲。但是现在中间呢，这个妈伊搁在问妈祖，梵基师搁在问妈祖，妈祖甲讲：一口吸进千江水，我为你说啦咧。讲你若是一口一嘴会当吸进千江水，我甲甲你讲。安尼，这个差不多讲的，一嘴吸进千江水是无可能，但是伊用这个。不如万法为我，迄个是谁？迄嘛未讲真。那么这个空性怎么讲嘛？这个别相有一个别相嘛？哈，对不对？伊这无共相，无共色，无共样。但是这个可以讲，这个叫做万法。但是无含万法同生灭的迄个不能讲，迄、那个就是这诸法的本性安尼，哈。所以现在会记真下，所以叫做，
迄、那个文殊菩萨讲离诸缘说，安尼开始真正就不二法门安尼。哦，这段已经内底都讲不二法，那么等下后壁搁一段，较搁讲安尼。好。